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家人好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傍晚好。看看这美丽的云啊，它被这个台风吹得很快啊。现在呢，就记者小钟在现场为您报道，咱们的 CMG 国潮音乐节啊，在这里隆重的在举办。然后呢，很多歌迷啊，很多粉丝啊，都在现场就是来观看这场盛大的演唱会啊。你们看这个头发被吹起来的程度，就知道现场风有多么的大了。然后这个云呢，也飘得特别的快啊。其实如果能够人在这里的话啊，感受这样的美景，这样的氛围，这样凉爽的天气，非常幸福的。毕竟现在是12月，是非常寒冷的冬天，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吹着凉风，非常的舒服，仿佛来到了，就是来到了哪里呢？来到了北京。3 hours later，看，非常的美丽。来，家人们，镜头随着我转向这边，看多么美。希望呢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燃起来。